游戏画面应该算流畅吧？啊，应该没有什么。有，我把背板切掉一下。靠背，靠背，不会爆炸吧？靠腰那什么东西？My office is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is facility. 哦，爆炸了！我们现在前往三庙人的这个办公室。好哦，我刚刚切波半按 Ctrl， 然后把我炸弹丢出去了，看超好笑的。一进来就死人。哦，这座这个大型飞船里面的主人的办公室。啊，我有点忘记我要干嘛了。反正就尽情探索一下吧。This vast state-of-the-art research, design, and production center use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fabrication techniques to prototype everything from robotics to subspace communication systems. 恶魔已入侵。哎，这边怎么九弯十八拐厕所吗？会不会很晃啊？你们看游戏画面会不会晃到有点想吐之类的？也好看老头的辛酸历程，不错不错。哇塞，就想看我老马是不是？哎，其实说实在的，玩这款游戏啊，你们看那个连载啊，有一些部分老头老马蛮多的啊，只是后来都剪掉了、啊。什么声音？哎呀，哎呀，哎呀！我在干嘛？哦，被感染的人类。好哦，我来解决你们了。那什么东西？没看过《毁灭战士》是不是？大爆射！好，感谢追随，谢谢，感谢啊！我们看一下提升什么。我记得我上次在玩直播的时候，不是在玩直播，在玩这一款的时候，有人说：“老头，你为什么都不升弹药？”哦，我就跟他讲说：“老头喜欢硬硬的，不喜欢射很多。”哦，不过我们现在硬硬的好像也不能升了吧？满了，那我们就来升弹药好了。好，我们现在呢正准备硬硬得，又可以射很多这样，好吧？射满满。哎、欸，我怎么不补啊？我血是满的，没办法补。靠北这边也太多了吧？哈这种小怪就是给你拿来补血跟装护甲子的啦。哦，这种小怪的功能就是这样子，没得意义。哇、哦！又来，挡住血量，对不对？林北调整一下。这样子你们看不到血量，这样子是不知道行不行？只是你们看到老头在浮空，老头浮空术，老头想要秒杀胖子吗？老头其实只要升级那个超强加农炮，就可以秒杀他了。你是说这一把是不是？这一把超好用的、欸，我真的超喜欢这一把。亚金能源真正的力量在于 UCC 的管理下，会引领我们人类新时代。申请人的数量不够，没了信众，无关想来不及看。为了获得成果。嗯、是不是少撞一样东西啊？应该没有吧？这不叫进步，这叫疯狂。啊，那个召唤恶魔之门出来的那个女的，她已经陷入了疯狂了。哎、啊，现在所有人都变恶魔。
什么？黄暴化！妈的 ，good！ 好嘞 ，good！ 我靠，直接用手掰，烤死你 ！One Punch，One Punch 附身，两拳要你命！哈哈哈，好爽啊！完了，狂暴化要没了，秒杀有没有？点头直接秒杀，我。就是这个拿盾的，看就讨厌。就是这只会飞的来了，完了完了，我觉得我要老马了。装三发装子弹。那一只瞬移跑去哪里了？哇哇哇哇哇！妈妈咪呀、啊，要死啦！补血补血补血！带什么东西？还有吗？好，结束了。差点往生啊！我天啊！黑安安，娜娜安安，加农炮真的比较实用，一炮一格，真的。而且通常打那只很像大胖子的那一只啊，三发挤满就可以解决了。只是我还没有把它升满啊。对啊，我现在目前我看一下哦、喔，这个嘛，是这个吗？对，电池加农炮，我这边这一排已经全部学完了。然后右边这边我还没学，找到一台战地机器人解锁此套件，我不知道这套件是什么。希望再找到一台战地机器人，我就可以解锁那个套件了，我就会把它升到最满。好，走这里。哇！启动拘束器，别被系统通知吓到。欸，居然他在这里耶、欸、我就是用这个把你从地狱拉回来的。I'm Dr. Samuel Hayden. I have supplies in my office. This way, please. 你要来帮助我了吗？啊，就是他引导我的，补血，欸，不能补。看他先跟他任务剧情走，看起来好像致谢有没有？残牙塔，那他比我还高哎、欸，这少说至少300公分那么高吧？哇，捡！要什么尽管拿，哎呦，这么慷慨是不是？哇，这个是历代的毁灭战士尊龙啊！欸，他去哪里了？哦，我看到了。尽管拿、啊、亚金塔毁灭让人难以承受，但我已经决定要帮助你关闭传送门。他要关闭传送门，当初他还非常的不悦啊！我把亚金给破坏掉了。螺旋石。It is our most closely guarded asset, Olivia. 他让奥利维亚着魔。哦，所以说奥利维亚会变那样，也不是他本身的问题啊。Bend it to our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resources. 螺旋之力。It also led us to you. The Helix Stone showed us how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the well.I believe it will show you how to shut it down. 他说螺旋石告诉我们
能够获得力量，也能告诉我们，相对的告诉我们怎么关闭螺旋，关闭那个传送门的样子。Your affinity for guns is apparent. I'm confident you'll find something to do as well. 霍提在走廊最后面，潜入武器部门。哇，他说：“我知道你也喜欢武器，我这边有一把好大的一把枪，你要不要啊？装在我身上的哦。”啊，没有啦，没事，不要理我。他门关了啊，我就进不去了，这样子。啊，好想帮助我把恶魔门给关下来。当初他是不愿，应该说当初他不谅解我把亚金的这个资源给破坏掉啊。但是呢，现在情势已经恶劣化了，他打算要帮助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下去吧。哎，安安你好，枪喵，枪喵，中签名。名字好特别哦，特别的名字。是不是就直接徒手打就好了、啊？生子弹哦，又一个。我们代币多少？三个嘞。区域扫描科技把它升蛮好啦，他说这个升级能改善导航性的性能，这个能提升你特定行动的改变速移动速度，比如说潜行还可以跑步之类的。然后这什么东西啊？加强强化金球的效果，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个金球到底什么鬼东西、啊。那算了，我还是去扫描区域把它升一升好了。好了，把它升满了。虽然我不知道实质的作用是什么，升就对了。帅哦，帅哦！太阳哥你好，水星奇异果。哇，你们的名字都好屌啊，好奇怪的名字啊！欸，那边有一个那个呢，挑战符文呢，我要怎么过去啊？好想去哦，可能之后才有办法拿吧。好不？又是恶魔之门，加速。我靠！我靠！哎，为什么玩到跳画面？靠腰，这哪招啊？趁刺激的时候给你蹬，注意哦，很会挑时间哦。超级会挑时间哦。大胖子又出来了，看他怎么可以用。这把升满应该也会很强，我觉得。三发，差不多。真的打大胖要三发，蓄满气三发，跳出画面是要老头下一波，不是啊？打到半突然安静，
我整个傻掉，你知道吗？我说我靠，那么刺激，当当当当当，然后就怎么变黑画面了？What the fuck？ 怕我太刺激，然后心脏病发吗？好，屏障解开了，开门了。哎哎哎哎哎！这边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啊？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挑战任务的那个门啊，我就知道，吸不吸？来接挑战任务拿符文了啊，好爽！我是说老头的内在内涵啊呢，好哦，加特林乃兵器之王，可是我没有学、欸。我没有强化它啦，但是它的确好用啊。然后这是什么？用重型突击步枪歼灭所有目标，每击中三秒。挑战一下吧，尝试拿看看好了。哇，行走时间还被限制哎、欸，这超酷的哎、欸！击杀才可以移动啊，击杀才可以移动啊！那中间那个进度条，哇塞，还有这种游戏方式哦、喔，有这么的屌！靠呗，莫名其妙过了。好啦，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过了。哦，出现了啊！一夜一月，好久不见了，真的。有纸验的是八神庵，什么东西？那加特林会冒蓝火吗？当然是不会啊，想太多了。冒蓝火还得了啊？记不记？好啦，我们又多了符文了。不过我觉得这个之后再说。先把目前觉得可行性的符文先练一练，练满了再换。哦，好像是这里，是不是？没有错，来了。欸，后面有个机器人欸，好想捡哦、喔！一定要想办法到那个地方，强化我们的加农炮，绝对要。怎么过啊？哦，这边可以爬、啊，这边可以爬上来，这里。我靠！好、哦，上来了，稍微适应一下。哎、欸，他怎么有两扇门？这不是门吗？哦，这个可以飞高高。我、哦、干，干你妈！吓我一跳。嘿嘿嘿嘿。耶、yeah, ，boy， 吓到吃手熟啊！想问老头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老头的男朋友？为什么成为我的男朋友？最主要的一点呢，当然就是第一点，有可能我已经就是对男生有兴趣了，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吧？对啊，啊，你对男生没有兴趣，要成为我男朋友？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啦、啊、哦，我觉得啦，哦，这真的是会有点稍微小小困难一点，真的，哦，如果这第一点都过不了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可能就有点困难。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了，因为现在我老头有点发烧哦，不过没关系，让他留一留，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如果英斯路有出的话，我早就拍完了，还会等你问吗？对啊，啊，我就已经讲过了，他现在没有办法生出来给你。哦，并不是我不做，我才不可怕。等一下让我擦一下汗哦，我现在开始在滴汗了，你知道吗？很可以，而且应该快要有头目散了吧？呜！连成一条线，呜！射屁啊！哇，不能动了。好爽哦！好，感谢送礼，谢谢，感谢我们的李黎教会夜叉会，感谢你，撕吧！哦，承受我两发，两发就打死了哎、欸，寂寞硬啊！要提早收工吗？不用不用不用，其实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啦，真的。是什么？哎呀，恶心死了！你想干嘛？我为什么要取他尸体上半身，然后把他上半身放到哪里去了？我要拿他上半身干嘛？趁热吗？啊，这都死多久了，怎么趁热啊？这个没办法趁热了吧？这已经过了保鲜期了、啊，你要趁什么热？我为什么要拿他上半身？应该是要拿来验证什么东西的吧，我猜啦。恶魔化武器，什么恶魔化武器？哎，啊，可能等一下上半身就有它的用处就对了，可能啊。站台已上锁。把上半身放在里面进行催化剂，有催化火力测试。五五，没什么感觉啊。还可以不断使用哎、欸、啊！如果我站在里面，我是不是直接被秒杀、啊？我把全部都给你了，真的吗？谢谢，感谢你把全部都给我了，真的，我会好好善用的，真的，感谢啊！哦，视网膜啦，原来如此，哇，神武啊！完了，这在干嘛？扫描中，无权人员。完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Two, one, 哇！跳上面应该没事吧？我靠！我靠！哎，我卡住啦，大哥！不是，我卡住了。哎、欸，我卡住了，我卡在这个小缝缝里面啊！哇塞，哇塞，这是真的是不能动还是？看靠北啊，怎么办？我要不要重开啊？到底在干嘛、啊？这在玩哪一出？哦，吓一跳 ！Nice！ 哇！恶魔武器化，迎接更灿烂的明天。啊，恶魔们，你们准备早死了你！你们准备受死了！来来来，这把
BFG 9000，按 T 可以切换至 BFG 重重打击敌人。他说按 T 可以切换，你在骗我。按 T 他是换另外一把散弹枪呢。哦，可以哦，不过只有三发而已，感觉就是拿来就是打头目用的。我靠！可以行，这个很足，后劲很强，超棒的，全部人都在逃亡了，带老婆去逛夜市 ，OK， 好的，去吧去吧，重新启动。实在是太扯了，这个武器。撞屁！哇吼！这个不能站桩打，站桩打被撞死，天哪！好，感谢娜娜送礼，谢谢。感谢送礼，感谢送礼。欸，你们在看这个游戏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它会有一种给你觉得像一堆恶心的怪物那种感觉。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还蛮害怕的啊。不过现在觉得还好，就觉得还蛮爽的啊，爽快度满分欸，这游戏。虽然有一些迎面而来的敌人会让你吓到啊，但不至于到吓到吃手手就是了啦，还可以接受。像我要换一下，这边有一只必须要点爆他的头，可以解锁一些技能成就。他在哪里啊？这传送门干嘛的？哦，靠背，低弹药，有吗？这有成功吗？那一只留着，那一只留着。哇，失败了！看，超危险的，我要死掉了！啊！哈哈哈！啊，我死！哇，没死！啊，不要！哪里？哦，在这里。两只啊，捕鱼。完了，我要死了！大大，别！五个血哈，找个地方躲一下。那边怎么满满的护甲值啊？我还不给你捡爆！哎，这什么？加25。哎，这边好多、哦。
跑嘞，你要去哪里？挡不住哦，在拿盾啊。好，终于结束了。太刺激啦！绝命精神病院比较可怕，也是啦。可是这种恐怖的程度应该不能相比吧？等一下还有，靠杯，他指的应该是这一只吧？终结！哦哦！打棒球哦！哎，我操，差一点！来第二波是怎样？吓到吃手手，我还真的吓到吃手手了。来，这个光速升一下，允许使用工程模式一边移动。这个必须用工程模式连续击杀三个以上的恶魔十次才可以解锁。哦，这个我已经解锁完毕了，高能量射击，爽！按一下你那个神奇的 T， 不是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他是 T 才可以叫出来的意思是不是啊？瞬间明白了，特殊武器按 T 才会出来。这边的这个武器轮啊，是不没有那一把武器的。哇，我懂这是怎么操作的。其实那是错觉，因为被一代洗礼过，所以二代会感觉比较没有恐怖。欸，可是我说真的，一代的气氛真的做得比较好欸。要说的话，我是觉得一代的，因为它一代都是处于在密闭空间居多啦，二代是开放式世界嘛，半开放啦，然后在一个比较算是广阔的一个地区啊，移动感觉压迫感比较没有那么重，我真的觉得一代比较可怕。